世界之初，只是太阳系中的一颗平凡星球。自人类发现火的那一刻开始，是科技文明发展的转折点。历史经历无数次的演变和重新创造，总是印证了永不放弃的精神，能使我们从失败中找到奇迹。即便你我只是渺小的人类，也能跨出改变世界的一大步。就在今夜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，成为全宇宙中最耀眼的星光。成就，干杯！看你的手机，小红帽，恭喜你拿到我们阳光空气球 ，Take a deep breath， 第一个斡旋20年的员工，尖叫声，15年辛苦员工奖，谢谢所有在公司以15年贡献的员工。2024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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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崭新出发。谢谢经理，还有区经理的栽培。谢谢公司，我在今年会继续更加努力的。谢谢男子的团队，让我去做发展的动作。可以得到这个年度第一这个奖项，这真的很不容易。感谢蜗居给我这个平台。蜗居穿越云层，然后笑起来。哇！真的很激动，就不敢相信，很开心，然后很谢谢公司，我爱蜗居。我们请我们的惊喜魔法师上台，蜗居有准备一个特别的礼物送给我们有5岁以下小 baby 的员工们，乐透摸彩了，有买乐透券的朋友。在网上闯荡，我的状况狂妄。Turn on your flashlight. 很开心能得到这个奖，谢谢公司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会把蜗居当作一个家人，我做到。谢谢 Stan 经理的提拔，我会继续努力。谢谢，会让我荣获这个奖项，实在得来不易。
感谢 Betty 老师给我这个奖项，还有各部门的合作。得奖的是林哲维，非常感谢，所有在林口店支援的所有的各项老师，这个荣耀是属于大家的。这次中到10万块钱，非常开心。20万，感谢老板可以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跟这样的舞台。年度体育俱乐部，我们恭喜台中太平店。最佳俱乐部。好，给内力店，还有嘉义民族店，感谢我内力所有全体伙伴，我们做到了5年。谢谢公司，谢谢老板，嘉义民族店，我们最棒。超个25万可以吗？很开心，就是今天有得到25万。我选领导风范奖，台中丰山店 ，Monica 吴宇慧。恭喜最佳营业团队奖吴宇慧 ，Monica。最佳营业 OPM 得奖的是台中红店吴宇慧 ，Monica。谢谢老板、副总跟区经理的肯定，我会继续加油。然后谢谢各位同事的爱戴，谢谢。在公司学习了很多，不断的突破跟成长自我。年度最佳后勤经理奖，赖如梅吧。谢谢你们给我这个发挥的舞台。年度最佳教练经理。嘉义民族店为的台北三重店的 Watson 得到这个奖，我想谢谢我的嘉义的团队，每一位伙伴们的付出，我才有今天这样的荣耀。谢谢公司给予肯定，我的努力有被看见，然后顺利的升上运动部的区经理。谢谢 John 跟公司给我的信任跟提醒。谢谢我的团队，我会继续加油。谢谢2024业务部继续加油。非常谢谢我的整个部门。年度最佳俱乐部经理，恭喜我们桃园国堂店卢诗云 Yuna 得到我们年度最佳俱乐部经理奖。感谢这次的春酒办得非常盛大，来个50万，很幸运可以抽到这个50万的奖金，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。100万，还有谁要300万的？非常感谢公司跟我的主管跟我的同事，非常开心拿到这个300万的大奖。谢谢所有的同事，我们今天参加顺利结束。